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最近有不少老同学跟我见面，都明显地感触到中国古人所说的去日无多，来日少啊，他生未卜啊，此生休啊，这两句话中年五十以上啊，就有很深的感触啊。人生苦短，光阴太快了啊，五十过去了，在一生当中最好的时段过去了。早年我们学经教，李老师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从出生到20岁，就好比是春天啊，人生四季里面的春天。20到40是人生的夏天，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，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，80以后就不谈了啊，毕竟能活80岁的人不多 啊。那么说50正是中国人所讲的中秋，逐渐走向晚年了。回想一想这一生当中有什么成就，弘一大师晚年的时候自称为二叶老人，啊，这二叶怎么说呢？说一事无成，人渐老，渐老了。一事无成，一文不值，活消瘦。我们用弘一大师这两句话来反省，我们这一生有什么成就？啊，古往今来，大圣大贤，在佛门当中，祖师大德，他是怎么成就的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向往，啊，但是缘分不足，也就是说没有那个福报啊。所以佛陀教导我们呢的福慧双修啊。当然修慧
非常重要，可是福不能不修，不修没福报，你想修慧障难太多啊，处处都是障碍。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啊，连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非常重视修福，我们这一生才能有成就啊！我们的成就不是别的，别的成就说实在话，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都不足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可能有成就。啊，那真正有成就呢，一生要把握住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方向目标不变，就会有成就。啊，我是在年轻时候啊，老师教导我的，不是教我一个人呢，啊，教我们这一群学经教的同学们。几个人听懂了，几个人记住了，几个人一生依教奉行，这才会有成就。啊，佛法重在行呢，啊，信行。解在其中啊，啊，华严清凉大师教导我们的信解行证，啊，第一个我们要有信心，决定没有怀疑，啊，可是信心难。我曾经给诸位讲过几次啊，一般人呢都疏忽了，认为我信了佛了，我皈依了，我受戒了，甚至于我出了家了啊，我出家之后就教佛学院，还到处讲经，我出家是两年以后啊才受戒的，啊，一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啊，受戒之后，这是照规矩要去谢老师，啊，我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我到台中去看他老人家，啊，地点是在慈光图书馆，我还没进门，在门外老师在里面看到了，啊，他老人家就指着我，你要信佛了，你要信佛，这样大声讲了好多声。我进去之后感觉到一头雾水呀，莫名其妙啊！啊，我不信佛，为什么学佛？我学佛七年出家了，啊，现在又两年受戒了，九年了。老师指着我叫我信佛，
我不懂啊。他叫我坐下来，我坐在他旁边，他告诉我。啊，头一句话告诉我，自古以来呀，有许多老和尚到老死都不幸福。这个话我越说越迷惑，越听越听不懂啊。然后他老人家解释给我听什么叫幸福。佛陀对我们的教诲是记录在经典上的，你读经真的明白了，理解了，甚至于也能够讲得天花乱坠了，没做到。老师说，那不是幸福啊。信哪有做不到的道理呢？于是我才明白了，他老人家所说的老和尚到老死都不幸福，那是真的，到老死他都没有做到啊。举个最浅显的例子，十善业道，不杀生有没有做到？确实这一生当中不杀生，素食嘛，好像是做到了。如果心里面还有嗔恨心啊，言语态度上还会伤害别人，这是杀生里面的一分呐，没做到啊。不投道了，还有占便宜的念头，不但有念头啊，还有行为，不幸福了。这一条一条说下来，到最后不贪不嗔不痴，几乎啊，这十条啊都没做到，表面上好像做到了，实际上都没做到。于是我这才真正明白了，性跟行是相应的。你说你信了，我做不到，这是假的信，这不是真的信。真信呢，一定要做到啊。我出家了，李老师的学生出家的不多，大概有三四个。我们的关系不一样，是跟他学经教的，所以对于我们完全是真话了，绝不说好听的，不说敷衍的，希望我们这一生能有一点成就。能够帮助正法久住世间，这他老人家的期望啊。如果在家学佛做不到十善业，这不是佛弟子。我们展开佛经，经典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
那个善是十善业，十善业真正做到了，那就是佛所称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在家佛弟子啊，出家的佛弟子，最低限度把沙弥略依、十条戒、24门威仪落实了。那是佛门的弟子规啊，做到了，这是出家人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，来观察佛门，我们就知道这一桩事情的严重了。为什么呢？在家做不到十善业，出家做不到沙弥律仪，那就全程变成假的了。智者大师说得好啊，六界佛里面的叫名字即佛，我们是佛弟子，叫名字佛弟子，有名无实啊。好不好呢？给诸位说，善恶参半，这是好听的话。我皈依三宝，受了五戒，受了菩萨戒，做不到。有名无实。说好处是跟三宝结了缘。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，来生后世遇着佛法呢，会继续去学习啊，这是好的。从不好的那一面看呢，我们是挂名的佛教徒啊，依旧造作种种恶业，这是破坏佛教的形象。有没有罪呢？有罪。到哪里去？到三途去受果报。三途罪受满了，再出来了，遇到佛法再修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比不闻佛法了是要强，不闻法是，纵然他将来造作恶业，恶业受这个罪受满了，再得人身，他遇不到佛法。我们是有机会还能遇佛法。其实这个事情，生生世世我们这一生。遇到佛法能生欢喜心，虽然做不到，肯定过去生中曾经闻法，曾经跟佛结了缘，也就是因为有名无实，造作恶业，在三途苦报，这离开三途了。我们的人生又遇到了，这一生又遇到了。我们想想，这一生要不要成就？如果没有成就，这一生又空过了，没关系，来生后世再来。什么时候能大彻大悟，
能成佛做祖，那是看你什么时候能回头。贵州人真干呐！啊，从哪里干起？就是从十善业道干起。十善业道是佛门的基本法，是必修课程。啊，无论是大乘、小乘，宗门教下、显教、密教，啊，都是以十善业为根本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我们也做过很深的思维，为什么现在十善业做不到？啊，想想古人，他们做到了。啊，于是使我们连带想起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教育。中国人五千年来无比殊胜的因缘，就是教育啊！教育的根是在家教，从前的家是大家庭啊，所以每一家都有子弟学校。我们现在讲子弟学校了，你好懂，在从前这个名词叫私塾啊，有的人叫家学啊，家族所办的学校家学啊，家学多半是教自己家里家族的子弟啊，以前大家庭四代同堂、五代同堂啊，一个村庄就是一个家啊，人丁少的也有两三百人啊，一般普通的家庭总有四五百人。人丁兴旺的有七八百人所以家有家道，有家规，有家学，有家业啊，一个人一生不能离开家庭啊，家庭有养老、育幼、传宗接代的功能啊，现在这个家没有了，人可怜呐！啊，小的时候受教育成问题啊，谁教你？谁担负起育幼的使命？啊，年岁大了，退休了，谁养你？啊，这现在社会问题，啊，在中国古时候这不是问题，每一个家族，他们自己把这问题都解决了，而且做得非常好，啊，所以家规。每一个家族，你看他的宗谱里面都有家规，或者叫家训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113条，
这是每一个家族啊共同的家规。啊，实际上每一个家的除这个之外，因为他们经营的事业不一样啊，所以他的规矩还有特别要加几条的啊，不止这113条啊，这113条是共同的规矩，也就是做人基本的条件啊，没有这113条啊，那就不是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了 啊这中国人的标准呢、啊、有这样好的标准，他接受佛法就不难了。所以十善业道啊，在他们是轻而易举啊，啊，沙弥律也都能做得到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反省，我们今天没有能做到，啊，做一个挂名的佛弟子，如何能够名副其实，那就得真干。啊，一定啊要把《弟子规》学好。啊，《弟子规》要能够背得很熟。啊，不难，它只有360句，每一句3个字，总共1080个字。真正做佛弟子要100%的落实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有家教了啊，传统的这个规矩我们学到了啊，再学太上感应篇啊，感应篇也不到2000字啊，大概1700多字，那是因果教育，是消灾积福的啊，或者是消灾积德的教育啊，有这么2样东西做基础，这2样东西我相信1年可以学好啊，花1年的时间在这上面真正下功夫啊，这个我们净宗里面讲的持戒念佛，这就是戒律啊，基本的戒律，有这个东西戒律啊才有根，没有这个东西啊戒律你做不到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做法啊，所以希望我们同学们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，不要做佛法的罪人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去扎这3个根啊，儒释道这3个根，要做一个好人啊，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要达到佛菩萨的标准啊，出家要住持正法啊，如果沙弥律仪都做不到，你怎么能住持正法啊，正法到你那里也就变成邪法了啊，我们希望从自己做起啊，不要问别人，在这个道场呢，从我们学院做起啊，学会我们都不要管它
不要去问他，我们自己做起。学院里面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每一天互相勉励，啊，这个，这一次，胡晓林居士他没上来。啊，我们这个会议完了之后，他就回去了。他常说，啊，他是个公司的老板，跟顾客了，约了一桩事情。以后这个事情解决了。啊，跟顾客约了吃饭，啊，他不想去了，啊，就吩咐他底下的职员，派一个职员代表，啊，跟他讲，啊，是老板的时候，有事情不能来，啊，派他来谈。他的儿子8岁，他们家里一家学弟子规，8岁的儿子就给他说，哎，他说爸爸，弟子规里面讲啊，凡出言信为先啊，诈于妄奚可为啊。他一听了之后啊，他说孩子你讲的话对啊，爸爸今天晚上还是去参加。全家人学啊。啊，人已经到中年了，从小没有认真学习，所以有很多卧的习气啊，这个事情虽然很小啊，也不是很重要啊，答应不跟人家吃饭来谈问题啊，你看看小孩，嗯，他就认真，你既然答应了你就得要去啊，那你要不去那你就欺诈别人，你看明明你是可以去的啊，你有时间你不去，你派你的属下去啊，那对别人不是就欺诈吗？啊，弟子规上这个事不能做啊。哎，你看8岁的小孩提醒他啊，他听了没有责备他的小孩，对小孩说你说的对啊，这爸爸错了啊，赶紧去啊，这个事情虽然小不能够疏忽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习气很多 啊，喜欢说话，喜欢开玩笑，这不少事情啊。啊，弟子规里面说，话说多不如少，见未真勿轻言，事情传来的传言，它是真的吗？啊，特别是对别人有伤害的言语，你能相信吗？
对待人，总是要厚道啊！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引恶扬善。别人的好事赞叹，别人有不善的事情不提，不但不提，根本都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常常能够包容人，这个人善根深厚的，他很快就感动了，他感谢你啊，你包容他，善根薄的人，业障重的人，你包容他，笑一笑，得有什么了不起啊？那不敢惹我吧？还这样说法，可是10年、20年、30年之后，他会想到，那是个好人，我对不起他。总会有明白的一天呢，总会有感谢忏悔的那一天。弟子规上这113桩事情要会用。你比如说开头讲的父母命须奉行，那我们父母都不在了，可是跟我们父母年龄相同的，辈分相同的，他要有什么事情来拜托我，那我要一定啊要考量一下，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得到，我答应他，认真替他办。如果我能力做不到，我得说清楚。这个事情不是我不能替你办的，是我能力做不到。众人拜托的事情依法如实，像我们经营这个道场，大众的事情，信徒的事情，我们居住环境周边群众的事情，都要遵守父母命须奉行，父母教须谨听。人在任何时候，我们常讲的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要保持个冷静、沉着、稳重，这古圣先贤所讲究的，佛门亦复如是。那么现在的社会，对这个没人讲了。现在的社会现象大家知道，轻浮、好动，很容易冲动啊。内有烦恼习气，外有恶缘，他叫你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真的像地藏经上所说的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业。
这是现前的社会啊。在学校里面，我们看到学生跟过去50年前的那个时代比不一样了。50年前学生上课心不在焉的有，不是很多。现在学校你到教室去看看。真的名副其实的叫心浮气躁。上课心不在焉呐。老师在上面讲他的。学生跟学生之间交头接耳。说说笑笑。好像没有觉得老师在教室。举止都没有规矩，对老师没有丝毫尊敬。他怎么能学到东西？所以在过去世世代代有大智大德大能的贤哲出现在世间，现在听不到了。从前的人注重在品德的修养，智慧的提升，现在着重在知识的增加，品德不谈了，智慧没有了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智慧跟知识不一样。知识是即问之学智慧呀，一定从清净心里面生的。人心地清净，态度稳重，言语动作缓慢，有智慧。东方人的教学所要求的是德行，是智慧。德行摆在第一，德行才能够生智慧，德行再加上清净心就生智慧。心地不清净，有德行不生智慧，但是他在世间还是一个好人，还是一个君子。所以社会长治久安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要靠德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化众生所用的叫善巧方便，无量无边的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三桩事情，就是戒定慧三学。无量无边法门
归拿就是戒定慧。啊，从哪里学起？从戒学起。啊，所以在过去，寺院里面我们出家，啊，出家了，五年学戒。学规矩啊，学持戒，啊，有了戒行的基础，才能够参加学习。啊，这个学习也有。也能够把它归纳为戒行两门。啊，戒门呢是学习经教。啊，这是求戒。啊，戒要有定。没有定呢，这个戒不能开智慧。啊，所以这个戒多重要呢！啊，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，我们学习的目标才能达得到啊！啊，我们看近代曾国藩先生的家书、家训。这个距离我们算最近了。你看他，啊，苦口婆心，教导他的子弟，啊，他的家族晚辈，内容不出《弟子规》啊，啊，时时刻刻叮咛啊，特别是这个年轻人要戒除心浮气躁，要学稳重。啊，言语动作都要学习缓慢。这种教学法跟现在呀是适得其反。啊，现在人讲敏捷、快速，讲速度，啊，要讲竞争，啊，古人没有竞争，没有这种观念，啊，价值观不相同啊。啊，我们今天希望社会安定啊，希望大众都能够和睦相处，都能互助合作，要靠中国传统文化。中国传统的文化出自于人的本性啊，《三字经》前面所说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没有一样不善，是性德
啊，既然是性德了，那只要是人，他本性里头就具足。啊，具足什么呢？具足十善业，具足《弟子规》，具足《感应篇》，完全是自信心得了。啊，那现在人用不学，迷失了自信，把自己的心得变成造业。啊，把自己本有的智慧变成了烦恼。啊，把自信里面本具的相好变成了六道啊。这桩事情啊，佛经里面讲得特别清楚。啊，我们这一生确实非常幸运的，啊，遇到了善知识，啊，引导我们走入佛门呐，啊，这一生没空过，啊，这一生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，啊，确实。把我们的灵性提升了，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啊，于是我们这一生、来生、后世，我们的方向、目标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虽然有业障，坚定的信念能把业障破除啊！啊，菩提道中勇猛精进，那破除的方法。就是放下，啊，为什么放下？因为所有的障难都不是真的，啊，自信里头没有障难的，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障难都是习性里面的东西，啊，不是本性，啊，本性里头。像华严经上所说的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没有障碍啊。障碍从哪里起来的呢？障碍从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来的啊。自性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，也没有执着啊，没有执着，你生执着错了；没有分别，你起分别心错了。啊，能把分别执着放下，就回归自性了。啊，性德的流露圆满了。啊，性德流露，你看看《望经还原观》里面给我们讲的，它流露的是什么？随缘妙用，威仪有则，如何制止，待众生苦。你看看多么伟大啊，多么殊胜啊，啊，这是自信，而且是平等的，一切众生
跟诸佛菩萨没有丝毫差别。佛菩萨有，你也有，他也有，我也有。啊，你明白这些，你才真正知道佛法的殊胜。啊，相信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那我们学佛这么多年了，得到了没有？真肯干，你就得到了。啊，这个事情不必问别人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